可以冇咗 ICAC， 定可以冇咗警察？有啲咩講香港嘅元素係可以放落去咧？咁讀劇本嘅時候咧，就聽到天星小輪尖沙咀嗰、那個話會改建，其實我哋咧有啲都有啲唔係咁開心嘅，我哋聽到，因為即係當然發展係有發展嘅原因，但係我哋天星小輪尖沙咀對我哋嚟講係好有感情，小輪都係啦嚇。咁我哋諗緊有咩方法可以將我哋嘅故仔記錄到2012年嘅香港。一個諗法，希望令觀眾見到一部純粹嘅港產片電影。寒戰嘅導演決定將自己當時最有感覺嘅香港景物變成電影場面。經典元素之外，兩位導演都得到投資者支持，應用荷里活嘅高空拍攝技巧，拍出港產片少見嘅香港角度。如果我哋將一個新視點，就是一個高空的低飛給香港觀眾看，也是一個新的刺激來的。因為香港觀眾甚至我由小到大都未看過香港現在這個 POV， 原來香港可以很漂亮。雖然說有投資者支持，但始終製作成本有限，即使找到演帝級的演員助陣，導演在攝製上要克服演員當期緊張的挑戰。導演要想辦法解決造型問題。家輝他是光個頭留咗須，咁已經係好，佢已經係一個好唔一樣嘅家輝。跟住阿 Man 阿文念中幫我哋做郭富城造型，佢就將阿郭富城兩邊頭髮做白咗佢。咁呢個又係一個唔一樣的郭富城。跟住阿家棟戴眼鏡，家樂就唔著西裝。咁阿安志傑咧就係 SU， 咁有 uniform 就好清晰。跟住阿尹子維咧就著皮褸。咁其實就令到每一個人嘅 icon 咧，一行出嚟咧就已經認觀眾認得。我問你係定唔係？相信自己嘅質素，非常時期用非常。呢部港產片係兩位入行近20年嘅電影人用咗5年時間編劇同埋攝製嘅第一部電影。電影公司喺公映前都給力宣傳，希望作品成為港產警匪片嘅新經典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黃嘉麟報導。